老马的汉子，你威武雄壮。哎呀，这是歌颂男主持人的歌啊！还有下一句呢？啊，奔驰的骏马像疾风一样。这个是歌颂我们制片的啊。你既然你也是蒙古族，对，我们今天嘉宾也是这个蒙古族，你们这个蒙古族打招呼的话能不能教我一句？哎，我教你一句 啊，我们一般见面呢会说三拜努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好。你好。嗯嗯。那比如回答呢？三拜努。哦，不是那个你也三拜努，不是加你也是吧？不加。就是你好你好是吧？三拜努三拜努。哦，好好。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？今天这个为了多学一点你们这个民族的特点，一会儿好迎接我们接下来这位蒙古族的歌手啊。啊，嗯，那我们接下来就赶快掌声有请我们著名歌手乌兰图雅。有请。哎呀，看起这张照片，感慨万千。6年前，2014年，央视春晚的舞台上，给了我太多的一个记忆。我也把我自己的代表作《套马杆》登上了央视最高的舞台，共同来分享我们草原新时代的歌声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内蒙古科尔沁草原的草原流行歌手乌兰图雅。今天呢，我就把这首歌再次奉献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。我们印象当中真正的套马杆呢？对啊，你再来两句吧。我干嘛还唱啊？这是原唱唱完，你让我上台再唱一遍。对啊，你每个人有不同的风格。你看，涂鸦姐说了。那这样吧，嗯，你就算唱，你不好意思了，对吧？刚刚这个音乐中间衔接劲儿，我看这个乌兰图雅老师人有几下轻盈的舞步，特别好看。嗯，你能跟图雅老师学学这个的吗？没问题啊，可以学舞蹈的。嗯，套马的汉子，你威武雄壮，飞驰的骏马像疾风一样，一望无际的原野随你去流浪，你的心还和大地一样宽广。哇，好棒！他这个舞跳的还是不错的啊，但跟您这歌不太贴。你这跳的就是看电视啊，然后看的是动物世界呀，然后换个频道啊，到群会就别换了。套马应该这样。对啊，对，应该是有这个马步的。对，我们俩鞋太高了，哥你没穿高跟鞋，你来一个晃起来。哎，咯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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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